大哥看到美女会不会脸红？心跳。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，哪怕还隔着山高水长，黑夜再长也终会天亮，只要活着就跟命运死扛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华宇哥，一转眼的功夫我现在已到了厦门这边了啊，这是我弟弟家，一晚上也没怎么睡觉，现在很困，刚洗了个澡，先休息一下。妹妹，嗯，走，爸爸替你喝奶茶去。嗯，走，走。爸爸。啊？这拿铁给你，好，我们先喝。对，给咱们喝啊。啊，妹妹很乖啊。好的，好，慢点，慢点。爸爸。嗯。我给你出几大小学生都会的题。你说。明明。5年前5岁，5年后多少岁？这个15岁。明明跑步超过了第二名，他现在第几名？超过第二名，他没有超过第一名，那说明他算是第二名。难度飙升。阿星去了朋友那边做那个美甲去了，我顺便过去看一看去。去了那边可以做眉毛，我也看看能不能帮我画一下先啊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去看一下。我瞬间有点紧张了呀。没关系，这个也不会痛，就是修一下哈。但是我先给你修完之后，它就会显得更少、更短一点点。等一下，画上。它就是另外一边，有点那种好像断眉一样的感觉。我之前岛外有个客人。也是我朋友，他也是很早。阿伟，你是不是也想纹？啊，我看一下，我这个要不要修一下？我这个也可以修一下。可以修一下，给您画一下。嗯，我这个其实也可以，只要有更好看都可以改善。而且眉毛它有一个面相学，就是可以帮我们更好啊。那小凤，我去纹了几次了，都没有上色，你知道吗？是我肤质的问题吗？没有一次上色。你到时候来找我纹吧。真的。好气啊，你不知道。不会。而且我对那个麻膏还过敏了，很严重。哎，我看一下。淡了，你来找我。我现在基本上没有的呀，我都是靠画呀。那你下次想纹的时候，你来我家我。等我有时间了吧。对。啊，我再来找你。那个燕林他那个，就珊珊他妈，然后。之前那眉毛给它纹坏掉，然后来我这边改，现在都很好看。嗯，我现在给它修完之后，它就比较不会倒。对，燕宁不是在你这里纹的呀？燕宁啊，珊珊他妈都是燕婷。燕婷呐、啊，这修完就不倒了，在后面如果再往后。对，然后比如说想做的情况下，他想更好、更完美，或者说你拍照哈，你想他看得到有型，你后面这个就要补起来。对，这样子我们远远看哈，再远看你都有个型，然后会精神更有精气神。哎，这样的像他的脸就是五官都长得很好，但是眉毛有点就显得太小了、太小气了，他 hold 不住你整个脸，所以你眉毛如果稍微。对，你稍微做一下改一下就会很好，我给你画一下。而且我如果给你做的话，会做那种线条也是比较好。我想来你这一趟我都懒。对啊，你都很久，而且你经常出去哈，不怎么在。哇，这一边看了马上就好看多了。嗯，两边一对比差太多了啊！是不是觉得这边脸都修长了？对、哦。然后他这边是凹进去的。对对对，差很多。没有型，你这个再远，你再远看，他都会有眉毛。对。你可以给他拍个照，然后再远看都会有个眉毛。怎么样？啊？我给你拍个照。你那个好像更亮。你看我拍个照。哎呀。我发现这个美女这个手放到大哥的脸上之后，两个颜色差太多了。美女手比较白，她皮肤很白。嗯，皮肤好白，大哥的好黑啊。不要说她，就我跟她在一起，你看我黑成怎么样？大哥看到美女会不会脸红？心跳。
重点是我朋友也单身哦。哎呦，哟，这么巧。这么巧，你也单身？嗯、对啊，对，他也单身。这个可以那个啥，那、这个约一下啊，可以聊聊啊。你眉毛先做，生意先照顾再说。哎，对。能做的都做哈。看一下，马上就不一样了啊。对，你这个对，你给他拍起来，给他对比看一下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比原来差很多，他很上进，有点紧张，他很上进，很上进，看起来很好看。我家阿伟就非常不上进，除了长得帅啊，而且也很显得非常年轻。对，他上进，就差一点点没有。